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87面，387面第二行最后一句。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三行苦，三苦里面的第三种，行苦，非苦非乐，因念念牵留，故名为行，终归变灭，故云行苦。这是无色界天人就佛说了三界痛苦在欲界。三种苦都具足就是苦苦坏苦辛苦。色界天人苦苦没有因为他的定功把这个烦恼习气扶住了。他不是断，他是扶。只要有定功，烦恼不会起现行。所以拔苦他没有苦苦他有坏苦，他有辛苦。那再上去呢，无色界天人他连身体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灵界他没有身体，他也不需要居住的这些宫殿房舍，都不需要这些，所以他没有坏苦，但是他有行苦。行苦就是说他的境界不能永恒保持。无色界天人他们修的时候，这个无色界定色界天修四禅四禅。无色界天人呢，他有四定合起来叫四禅八定。他定功有期限性有时间的限制。最高的非翔非非翔天，他的定功可以维持80000大劫。那80000大劫到了之后，他的定会失掉。只要定失掉，他的烦恼习气就又现出来了。所以他不能够永远保持不变。所以叫行苦。佛告诉我们叫三界痛苦法华经上比喻的三界火车也就是说这个地区不安稳非非想天80000大劫之后还是要消灭终归变灭。在我们凡夫看，80000大劫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在他们境界里面，80000大劫也是一刹那。像我们
人间看水上的小虫浮游，它能在水面上行动，浮游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那几个小时是它的一生呢。它要看我们人间，人可以活到100岁，那就像我们看飞翔飞飞翔天人一样啊，没有两样啊。我们人间，你看年岁到了80、90的时候，他感觉这100年好快，像一弹指就过去了。真的，那我们就能体会到，飞翔飞飞翔天人，80000大劫。在他的感觉当中啊，也是一刹那。感官不一样啊。所以世尊为我们总结这个世间叫无常。这个世间叫苦，叫空，无常苦空啊，了不可得了，什么都得不到啊。要遇不到佛法，遇到圣贤教诲都不行。圣贤教诲不就业，他只帮助你升天而已，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世间圣贤呢，出不了六道轮回，遇到佛法，那大幸呢？几个人能遇到啊？遇到的，现在的附带说一句，要是真的，不是假的，假的没用处啊。遇到真的，那可是大喜事啊。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帮助我们了生死，超越三界。这是大事因缘，不是小事。从几率上来看，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们，这一桩事情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怎么会遇到了？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现在全世界在地球上的居民，科学家为我们估计的，大概65亿到67亿，这么多的人口，有几个人在这一生闻到佛法？太少太少了。我们今天是因为用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做工具，用卫星、用网络，用光碟，使一般人闻法的机会也多一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诸位想想看，几个人能听到？太难，太难。把佛法写成经典，写成注解，流通的数量不多啊！你看看版权页上所印的，也不过是1000册、2000册，56亿人呢。这几千册的书算什么？太少了。又何况这里就算是2000册印出来了吧？有2000人看吗？2000册出来，如果有200个人看，就不得了了，那占1/10了。10本书有1个人看。如果文字太深一点，义理太深一点，人家看不懂，没兴趣，看的人越来越少，少得可怜了。别以为我们今天以为念佛的人很多，你细心去观察，真念佛的人不多。假念佛的人多。什么叫真念佛了？真念佛是决心求生净土，假念佛是求世间名闻利养，求升官发财，求家人平安，这是假念佛，不是真念佛。真假能量大有差别。真念佛的能量大，真念佛的人多了，这地球上灾难可以化解，这真的一点都不假。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个数据，就算是地球上居住的人口65亿人，总人数。科学家说，总人数1%的平方根，大概只有8000多人。如果全世界能有8000多人真念佛，这地球上的灾难会大幅度的减轻。这真念佛，真念佛就是至心一处啊，它不是散乱性啊。假念佛的心是散乱的，能量不能集中。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找到8000人呢？我们图文巴这个小城，10万人的城市，能不能在那找到8个人？难了，太难。所以说不是不能解决。在佛法里就有纯正的理论。灾难为什么兴起？有道理。用什么方法化解？知道。没人干了。少数人有效果，但是敌不过共业。
共业的人太多了，灾难太大了，敌不住啊！啊，保自己没问题，保这个世界就没有能力了。啊，我们今天只能够劝导敬宗同学。啊，只能够劝导。每一天在电视机、在网络收看我们《大经节演义》分享的同学们，啊，希望我们人人发心，在自己居住的处所，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道场。啊，真干！啊，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在这个世间万缘放下。啊，什么都不要去想了，一心只想极乐世界，只想阿弥陀佛。啊，我们用这个能量。在佛法讲，用这种功德啊，回向给地球上的居民，回向给山河大地，减轻灾难啊，化解。我们知道我们能力不够，我们只希望灾难能够减轻，灾难的时间能够缩短。这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在全球啊，网络卫星同学都真正肯发心，它就真正起作用啊！这个事情不能等，现在就干啊！我常常讲经的时候也提起。啊，我自己每一天都把我的这个生命看作最后的一天。啊，明天我不在这个世界了。这最后一天我应该干什么事？啊，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除念佛之外，没有第二桩事情啊！啊，这是真实功德啊！我每天除念佛，我还要读经，因为现在我们在学习《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我每天差不多用三四个小时在经典上，啊，天天读啊，天天在学习，一遍又一遍，啊，四个小时在此地跟大家分享，啊，这我一天就出去了八个小时了。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啊，乐此不疲啊，天天没有空过啊。外面境界虽然不接触，有人提起，我心里都明了。啊，不敢说照见法界，但是有感应
啊，人之所以不能放下，不知道诸法实相，所以他不能放下。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很容易就放下了。啊，放下得大自在，放下得真解脱，放下得大智慧，放下的好处太多太多了。啊，可是六道众生呢，信的人太少了，啊，他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应该做榜样给他看。啊，像诸佛菩萨一样，我们再往下面看，上至三苦，啊，上面说的这三种苦，苦苦、坏苦、行苦，极乐永离。极乐世界上没有啊。如苏超曰，苏超莲池大师的，彼国利欲清净，则无苦苦。彼国是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所有往生的人都离欲了，这是重要的信息。你的五欲六尘，贪嗔痴慢疑，要没离，你的心就不清净，心不清净就不能往生。那我们就知道，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放下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了，清净心现前，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苦苦。啊，苦苦是从欲来的。啊，一般人讲情欲，情是迷呀。觉悟了就不叫情，叫智慧。所以智慧跟感情是一个体，两个作用。啊，迷了就变成情智，悟了就变成智慧。是一个东西，迷悟起两种不同作用。一真常然呢，则无坏苦。啊，我们就是用这个色界天来做比喻。色界天不能常然呢。啊，像我们这个世界，你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建好了，这个宫殿能用多少年呢？中国古代的建筑非常讲究，啊，盖一栋房子至少可以用300年。啊，他要照顾好多代呀。
100年算四代吧，300年就十几代呀！中国人间家具叫红木家具，桌椅板凳、床铺，红木家具至少用100年。 中国人懂得节俭，节俭是美德，是信德，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讲究美观，他常常改变。房屋经不起风吹雨打。中国古代的四合院，现在有存在的有1000多年，还挺实用。纵然是1000年、2000年，它总会坏掉啊。坏是不是10年、10年的坏呢？不是。一天比一天老旧啊，这叫无常啊，这叫行苦啊，叫坏苦啊。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纵然活上100年，一天比一天老，天天都在变化嘛。累积到10年，你看10年跟第一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20年跟10年看又不一样了，叫坏苦、行苦，不能保持啊！可是极乐世界，无论是医报是正报，永远不变。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到现在10劫了，这个时间多长？10劫的今天跟当初刚刚建立的一样，一丝毫差异都没有，这叫做没有坏苦。永远不变，永远不坏。第三呢，超过三界，故无行苦。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是坏苦，无色界是行苦。超越三界，这三种苦全没有。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西方宗教里面所讲的永生。佛法的术语里面叫不生不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了。那么对过去，我们居住在六道轮回的时间长了，很长很长的这段时间，用世间人的话来说，对这个六道，他有深厚的感情呢。这里面有很多有缘的人呢。
我现在得到永生了，不生不灭了。当然，我也希望他们都得到。我能不能帮助他呢？能。你确实有能力帮助他。他们在哪里呢？他们无论在哪一道，你都看得清楚，你都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你认识他。你看看缘成熟了，你肯定就度他。什么叫缘成熟呢？你跟他说的，他能相信，他能理解，这就叫有缘。他明白之后，他真肯干，那就叫缘成熟了。缘熟不熟，就是他肯不肯真干。不肯真干，没说。肯真干的说了。熟了的人可喜啊。他在这一生呢，他就会成佛了。成佛是修行最高的果位。凡夫一生成佛。不容易除了净宗这个法门之外，可以说任何法门在这一生当中达到这个层次太少了，没听说过。一生当中达到阿罗汉的境界还有。达到如来的境界没有了。可是你要遇到净土法门，你要真正认识无量寿经，明了阿弥陀佛的名号，你用真心去念它。你决定的是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做阿惟越智菩萨。虽然没成佛了，等于成佛了。一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这真的中奖了。你的智慧神通道理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很像这个果报多殊胜。没有善根的人，佛来给他讲，听一辈子，他都没听懂，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听一听跟佛菩萨坐在一起，坐上100年没听懂，这种人，大有人在啊，不是少数啊。所以佛度有缘人。有缘人肯定不是这一生修的，多生多劫，生生世世啊，跟阿弥陀佛、跟西方净土归于神呐。他才容易感动啊！虽有业障啊，业障障不住他，他被感动了。这证明你的善根福德因缘
很厚啊，那么这一生往生就有机会啊，有你的份了。善根福德因缘的启发，那就是缘分啊，个人的缘分不一样。业障重的启发就非常困难啊，为什么呀？长时期的熏修就像一个木头泡在水里面，泡了很多年了，湿透了。你现在把它拿起来，用个点一根火柴想把它点燃，难呐！那怎么能点得燃呢？啊，这根火柴烧完了，再点一根，你要有耐心，点上一万根、十万根、100万根，哎，它点燃了。长时期的熏修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点不燃了啊！我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我对这个感触就很深啊！我接触佛法是不难。啊，方老师给我讲完佛经哲学这堂课，我就相信了，就真的接受了，把从前那个错误观念啊，以为佛教是迷信是宗教，错误观念通通修正过来了啊，真下去啊！可是对于净土的接受啊，我学佛学了十几年才接受。经上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我相信。啊，我接受它都花了十几年。哪有那么简单呢？啊，我对于很多法师，我们同一辈分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些老朋友，大法师，通宗通教的。啊，我们碰到一起谈到净土，他们都不相信。我能理解，啊，因为我以前也学教的，啊，喜欢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啊，兴趣非常浓厚，净土不行啊。啊，根本不愿意接触。老师是专修净土的，印光大师的弟子。啊，送我一套印光大师文钞，60年前，那个时候4册，啊，平装4册，正篇2册，续篇2册。啊，我读了，读了之后啊，对净土不排斥了，啊，不敢轻视了，但是并不想学。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
归净土的因缘。我讲过楞严，楞严讲了很多遍，讲过《法华经》大义，讲过《华严经》，我在华严会上见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看到这两位菩萨，最令人仰慕的两位，文殊普贤，他们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礼拜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为老师，向阿弥陀佛学习。我这才相信啊，我要没有看到这桩事情，我还是不会相信。李老师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我，都没成功。最后确实得利于楞严、法华、华严，引导我皈依净土。才真正认识他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教里面第一经。无上的法门啊。展开这部经典，字字句句无量意义。这一次我们学习这本书，预定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现在我们已经讲了600多个小时了。接近一半。大课程的，你们在学校里面念书，2个小时是一个学分，有没有一门功课占600个学分？找不到啊！那《大方广佛华严经》，我预定的时间是多少呢？20000个小时。这世界上哪个大学有10000个学分的课程？这一部经，那20000个小时我已经完成4000多个小时。我想这个经讲完之后，接着再继续讲。能不能讲完不一定。何一天讲一天，乐此不疲啊，无比的快乐啊。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没有这三种苦啊。底下一段呢，给我们讲八苦。八苦实际上就是苦苦。苦苦里面分八大类。
有八苦者，乃人间之苦。啊，这个讲的就很贴实了，我们人世间的苦啊。啊，哪八种呢？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生，这一共八种。啊，第一个，身居太岳是生苦，一个人来投胎，在母亲怀孕十个月当中，这十个月等于在地狱一样，苦不堪言。母亲喝一杯凉水，她的感受像在寒冰地狱。母亲喝一碗热汤，她就像在八热地狱。啊，母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她在里面全部能感受到。啊，所以中国古人呢有胎教啊，学古礼的人都懂得。妇人怀孕的时候，这十个月当中，要端正心念。言行举止要如理如法，为什么呢？他感染胎儿，这叫胎教啊！啊，心念端正，将来这个胎儿思想纯正啊，这都是母亲教的呀。啊，言行端庄，不违背礼教。小孩出生的时候，相貌身体端正，好教，很听话。啊，中国古时候称这个叫胎教。啊，小孩出生，他眼睛睁开了才会看，他耳朵他就会听，虽然不会说话，他已经开始在学习，在模仿。啊，所以中国家教里面的《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啊，《弟子规》这个做人的基本的规矩，从什么地方学的？从他一出生，就中国古人讲“教儿婴孩”，刚出生。啊，做父母那就是他的老师。父母言行举止在小孩面前都要端庄，要庄重。为什么小孩能看到、听到，他学到了？3年呢，1000天呢，这叫扎根教育。啊，古谚语所谓“3岁看80，7岁看终身”。啊，这3岁的3年、1000天的扎根教育扎得好，他80岁都不会变。
这一种的教育，圣贤教育，只有中国有，外国人不同啊。中国这个教育在中国推行，至少有10000年历史。啊，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呢，5000年之前没有文字记载，中国这些老祖宗懂得了，会教啊，啊，佛菩萨是人教出来的呀，大圣大贤也是人教出来的呀，那看你怎么教法。啊，现在把圣贤教育丢掉了，啊，古人这些真教最优良的传统不要了，啊，现在的小孩什么人教？电视教他，你看一出生，眼睛睁开就对着电视，啊，对视的电视教他什么？教他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啊，长大上学了，外国学校我知道，啊，中国小学我没去看过，外国学校一年级就教电脑了，啊，小朋友接触电脑了，电脑里的游戏节目太多了，啊，还有杀人游戏，啊，从小他就学会了。啊，跟中国古圣先贤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真正是180度的相违背呀！把人全教坏了。啊，人教坏了，那就像这几天，你看日本的灾难。啊，我听到至少有日本2位官员，啊，都是高级官员，两个人说的意思完全相同，不善业所感呐，灾难是不善业感。这个话讲得对呀，啊，佛在经上是这么说的，啊，你这个小区人造善业，这小区里就没有灾难，我在日本参加过2次联合国主导的世界和平会议，很难得2次都在冈山，啊，我跟冈山县长，啊，当地小镇的市长结了很深的缘。冈山这个小镇我很喜欢，我对他们很尊重，这个小镇的人很本分，没有贪欲，知足常乐，生活非常节俭，非常朴实，人与人间真有礼貌，它不是假的，不是敷衍的，
是出自于内心，啊，对别人的尊敬。这个小镇居然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只听说古时候有这种情形，没想到现在在日本冈山也看到。当地人告诉我，他们这个小镇400多年来没灾难。啊，我打电话问冈山的朋友，这一次日本灾难，他们没有。啊，小地区的人，人心善，言行善，哎，周边灾难他没有。这不是很明显的摆在那里吗？这个不信你还信什么？这做出来给你看了。啊，前些年我们在汤池小镇做学习《弟子规》的实验啊，那2、3年当中，这个县周围有灾难啊，这个地区没灾难佛给我们说的话是真的，最明显的就是汶川地震。啊，这非常明显。震源在四川呢，山东感到震，这是感到测到的地震，江苏测到地震，那我们这个小县应当测出来，我们这个小县的测量地震源都没有，这很奇怪。啊，因为从四川到山东的人一定要通过安徽。啊，安徽这个县的时候没有测出地震。啊，这是当地官员告诉我的。他们没测到。啊，南面及江西都测到。佛说的话了，相信的人有福了。啊，不过相信非常之难。啊，正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你不可能接受。啊，你不可能相信。啊，八苦，人间之苦。啊，身居太狱，这是生苦。啊，你看小孩出生都痛苦啊，为什么苦？苦就苦啊，那不苦应该这就很欢喜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哪个小孩出生欢欢喜喜？有没有看到？没看到啊，你就知道他出生都苦。
生苦我们每个人都经过的，忘掉了。不记得了。老态龙钟，是劳苦啊！年轻人不知道劳苦你看胡小林，50多岁，不知道父亲的苦楚他告诉我，他带他的妻子、儿女到旧金山，不是旧金山，是新加坡，到新加坡去观光旅游，参观老人博物馆。里面有很多道具。把老人的苦处显示出来。他参观之后他才感受到原来老人有这么苦。走路行动不方便呢，就像身上带了30斤的那个沙一样。你腿上绑上30斤的沙，你走路看看，80以上的人走路就像那样的，完全不知道以后了解之后学了传统文化了，回去尽孝很难得。父亲在临终之前4个月，他真正尽到孝道。感动了全家。父亲是老革命母亲也是的。看到学传统文化的好处。小孩子真的回头了，懂得尽孝道。对老父亲照顾无微不至。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良心发现了，他才知道父母生育之恩人到老了，眼花了，耳也聋了。牙齿、器官功能都衰退了，活在这个世界真辛苦二次大战之后，有许多国家，这富强的国家。兴起了老人福利事业美国人带头的对老人物质生活方面照顾得很周到退休之后国家每个月把你的生活费用寄给你国家养老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制度。我在各地弘法，我对这个事情很关心。
每到一个地区，我都会去看这个地方老人福利事业。啊，二是以澳洲做得最好。啊，澳洲是得利于地大人少。啊，澳洲的老人公寓做得最好，老人居住的环境就像在公园里面。真难得了，我看了甚欢喜些。啊，政府对老人的照顾，每一天澳币100元，啊，所以物质上生活比其他的国家都好，但是缺乏精神生活。比不上中国古时候传统的家庭，啊，老了家族养你，啊，养老育幼是家里面最大的两大任务，啊，这个是外国永远没办法想象到的。啊，中国老人老了之后退休，享天伦之乐啊！这个天伦之乐，你跟外国人讲讲，他不懂啊，什么叫天伦，他不知道。儿孙满堂啊，一个大家族，这一家小孩至少有50-60个，啊，大大小小围着老人，那真乐，真有乐趣啊！啊，所以像澳洲这种老人院，啊，如果老人院跟幼儿园合在一起，老人天天看到小朋友，小朋友天天看到老人，把老人看作自己是祖父祖母，啊，老人会爱护小孩，啊，小孩学的是尊敬老人。啊，这是个很好补救的办法。啊，让老年人永远不离开年轻人，不离开小孩。啊，他生活的快乐。啊，精神方面的教育，要特别关照啊！啊，宗教教育，晚年那是他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啊，让老人真正幸福美满度过他的晚年。啊，晚年他欢喜，他快乐，这个功德不得了啊！啊，没人知道。啊，学佛的人明了，老人临终的时候，心里面平安。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怨恨，一定生到好地方。人天两道啊！
如果他临走的时候满腹的怨恨啊，他一生对社会付出很多，到晚年的时候没人照顾啊，只要他有怨恨呢，多半都是堕畜生道、地狱道。你想想看，晚年能够帮助老人心情愉快，等于说把他从卧道里头送到天道，这个功德多大。啊，我参观老人院，他们请我讲话，我都赞叹里面服务人员，他们是天使，他们不是凡人。啊，尽心尽力，啊，把老人当作自己父母一样孝顺，他就把这个老人从卧道送到天道，这个功德大。啊，念佛的人帮助他往生，那从凡夫把他送到佛道，成佛了，这功德多大？没有能够跟这个功德相比的。啊，这些事，这些道理，只有佛懂。啊，第三，病受苦痛，是病苦。啊，这个病苦的经验，年轻人都有，尤其这个时代。为什么？饮食不干净。啊，水不干净。现在人真可怜。空气不干净啊！我刚才在这里看了一份资料，啊，这份资料写的是日本这次地震啊，福岛的核电厂里面的。流出来的物质已经飘到北美洲了。啊，这个随风漂流啊，就是这个射浮尘啊。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现在很多人担心，怕这个地震呢会影响富士山。富士山是一个火山，怕这个火山爆发。啊，首相透露了一个危机，设想好，要想好。东日本全部毁灭，这是标题，日本首相说的。啊，怕的是这个富士山这个火山的是一爆发的话，会连到好多个火山爆发。啊，那日本东部就完了。啊，核电厂排出来这些废气就等于原子弹的这个射浮尘一样啊，对于人的伤害很大，随风飘到啊，啊，就看这几天的发展，如果不断还有火山爆发的话，可能日本和这个
核电厂的这个射辐层啊，可以影响北半球。啊，现在美洲测得了，欧洲免不了。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先进国家都有核能发电厂，一座核能发电厂就是等于一颗原子弹在里面。啊，地震会爆发，破坏它。佛经上说，人命无常，故土为脆也。现在用经上这些来形容这个世界，一点都不过分啊。啊，灾难怎么化解？真能化解，但是大家不相信。什么方法呢？老实念佛，用真诚的心老实念佛，啊，没人相信。念佛有这么大的效果，我们相信。我们为什么相信？我们理论搞透彻了，啊，事实上。我们要看到许多的证据，它不是假的。啊，一个念佛的人，啊，真正念佛的人，诚心诚意、一心念佛的人，千些年，山西小院40多个人。都是得癌症，被医院宣布死刑了。啊，寿命只有2、3个月。啊，他们也自己也知道了，真的，一切放下了，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到3个月没事，再去检查，癌细胞没有了。真念佛功德啊！刘素云10年前得的红斑狼疮，比癌症还严重。医生告诉他，得这种病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叫他心理上有准备。啊，于是乎他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每天听经10个小时，啊，10个小时听经之外全念佛，啊，他也是念到3、5个月再去检查没有了，红斑狼疮好了。脸上连疤痕都找不到，对医生就非常惊讶：“你怎么好的？你用什么药物？”“我什么药物都没有，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医生相信他，医生凭什么相信他？他一生没有说妄语，这一般人做不到。一生跟任何人都是心里实话实说。啊，从来没有打过一次妄语，所以他在东北，大家知道他，他说的话没有人不相信。念佛念好的，啊，佛经上有这个道理。量子力学家也承认这个道理，意念可以改变
外面的境界。啊，这意念可以改变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胞组织。啊，不善的念头，它就会变成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病毒就恢复正常，都是自然的。啊，不需要用任何药物。啊，这已经有不少人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那经常讲的，不只治你这个身体，而且帮助环境。啊，这个地球环境上有灾难，所以集体的意识可以能把灾难化解。啊，要真心念佛。啊，真诚心念佛可以化解地球的灾难。啊，所以这次有两位日本官员公开跟大家说，啊，灾难怎么来的？不善心行之所感。那我们心善行善的，不会有灾难的。第四个，慈悲分散，是慈苦。啊，这个身体四大分散，与今世眷属通通也分散了。来世过人随过人的业力所转，自己做不了主啊。有定力的人自己可以做主，没有定力的人做不了主。啊，你一生行善，行善行善，你生到善处。啊，心行不善呢，你就生到不善处。啊，恶鬼地狱出生，这是不善的。真正念佛人，他生到极乐世界。啊，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他能够升天堂，假的不行啊！生老病死是一切人都不能够避免的。啊，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生老病死，通通要受。啊，除这个之外，第五，爱别离苦。你看，爱则欲何偏离？啊，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事，喜欢的物，啊，想常在一起。这偏偏分离啊，常所亲爱之人呢，拐为离散，不得共处啊，是名爱别离苦。这种事情就在眼前了。没有办法了。我们一生
总想有个安定的环境，好好的来修行，没这个缘呢。最长，我这一生最长，就住新加坡，3年半了，还是要别离。缘聚就合，缘离就散，聚散无常。早年在美国，在加拿大，这些大城市，每一年都去巡回一周。每一个地方，时间长的，住温哥华的时间长，每一次去住一个月。其他地方大概1个星期到2个星期，10多个城市，想住在一个地方不行啊，哪个地方邀请就得到哪里去。那么到澳洲，世界上其他国、其他地区还是要去走，也不长久啊。这2年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一点，大概有1年多。佛法随缘，一点都不勉强。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可是自己修成才有这个能力啊。自己要没有成就，这个缘就没有。这种缘也是非常不得已，这没福报嘛。看看古来祖师大德，住一个山头，几十年不下山，不要说别的，定功就值得人敬佩。人心定，他心就清净，心清净，他就生智慧。同样一个道理，灾难频繁，最重要是你要定。你在大灾难里头，你心是定的，你不乱。乱就有忧虑，就有恐怖。定，它就生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恐惧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越是有大灾难，心越要定，越要能沉得住气，不被外面环境所扰乱。第六个，愿在于逃偏欲，常所怨仇憎恶之人，
欲求圆利，反而积聚失明，怨憎会苦。讨厌的人，讨厌的事，总想跟他离得远远的，偏偏常遇到。这叫怨憎会苦啊。小时候在学校念书，好同学，总喜欢坐在一起，偏偏位置排得很远，那很讨厌的人偏偏给他坐在一块。所以听到佛法里讲的时候吓得，这从小就有啊。再回想一生，何尝不如是呢？冤亲债主偏偏找上身来。第七，求则与德偏失，世间一切事物，心所爱要者，求之而不能得，是名求不得苦。这第七种啊，求不得。为什么求不得？为什么会爱别离？为什么会怨憎会？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人真的要把这些道理参透了，搞明白了，心就定了。心定了，就离苦得乐了。人与人有缘分，人与环境有缘分，人与一切万物都有缘分。命里有的肯定有，丢都丢不掉。命里头没有的，用什么方法你也得不到。非法手段所得到的，还是你命里有的，那不叫冤枉吗？命里头如果没有，用非法的手段得到了，灾祸就跟他来了。非法手段得到，没有灾祸，你还能享受，说明那是你命里有的。命里命里就有福报，大福报啊！用这种不适当的方法得到，把你命里面的福报就亏折了啊！比如说，你命里财富有100亿，你用非法的手段，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你实际上能得到多少呢？50亿，你觉得很满足了，我很了不起了，你不晓得，命里头原本是100亿。舍了一半了，错了。如果为人正直，一丝不苟，念念还想帮助别人，还想照顾别人。他命里本来是100亿，可能会增加到150亿。
为什么？他心好，行好。这是真实的道理。中国古人常说啊，吃亏是福啊，占便宜是祸害啊，便宜不能占呐。人真吃亏，说吃亏是消灾，是消业障。免除许许多多的灾难，他怎么不舒服呢？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歇财消灾呀。财损失掉了，你的灾消了，业障消了，佛门里讲业障消了。好事不是坏事果然参透了，那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能看出这一点，你的境界大幅度提升了。佛菩萨的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凡夫境界小小一点厉害，斤斤计较，错了放下你就觉悟了。放下你所得到的变法界虚空界。最后一个，第八，无因之生苦，云中超越无因者，色受想行识也。这五种，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物质跟精神，你放不下了。你对于身，对于心，心就是精神现象，都产生严重的情执，不知道这五样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心经是学佛的人最熟悉一部经典，玄奘大师翻译的260个字。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你真有智慧，你就晓得全是假的。你贪着，那就苦不堪言。你要知道是假的，放下，你就解脱了，你就得大自在了。这五样东西称之为因。因是什么呢？覆盖之意，把它盖住了，把什么呢？把自信盖起来了。你见不到自信了，自信是真我，这受想行识是假我，这不是真我。
凡夫错就错在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不认识。搞六道轮回啊，真叫冤枉。你看这里讲得好啊，为能盖乎真性，不令先法。这五样东西让你永远见不到真性。这五样东西去掉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甚甚大智矣！下面这为我们解释，为前面所说的生老病死等，等就是前面的七种苦：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众苦聚集，故曰五阴之生苦。前面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八大类的苦都集在你的身跟心里头。你身体所感受的，你精神上所感受的，日夜不安。这八种苦，人人都有。特别明显的是富贵人家，大富大贵，他们的五阴之身严重啊，患得患失。没有得到的，想尽方法要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那年岁一年比一年大，又怕老死。贪生怕死所以忧虑比一般人多。晚上不能睡觉要吃安眠药一天都不能少我亲眼见过。亿万富天天晚上吃安眠药。他没有快乐经营的事业太多了没有休闲的时间苦到老死我这一生只见得一个有福报的人，新加坡的陈光别居士，这是个银行家，经营许多行业，头衔一大堆，董事长。总经理这一类的，你知道他生活多忙？他多少事情？得病的时候没有办法上班，
在家里养病。他家的房子很大，像花园一样。在新加坡有那样的房子，那不是普通人住得起的。他那个房子要值几十亿。新加坡钱。在家里养病。就想到听经。他是皈依三宝的，但是不知道佛教是什么。这生病了，有时间了。想听经，找李牧原居士。李居士来找我，我说行，把我们讲经的光碟，从最浅显的给他听。他每天听8个小时。难得了，听了2年，他懂得了，他会念佛了。我们相信他真有把握了。他告诉李牧云，他想往生。你看，躺在病床听2年，一天8个小时，除了听经之外，就念佛。李居士告诉他，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后继无人了，这道场维持不下去啊！你生病没关系，只要你躺在此地。居士林，他做当家师，他来管理，只要你挂名，好，真生死自在啊！又多住了2年。最后的时候，这2年听我讲《无量寿经》，专心念佛，欲知是知。有一天他在纸片上写了个日期吧，写了10几20个，同样的，没有人敢问他，就是那一天走的。距离他走的大概3个月，3个月之前他晓得哪一天，欲知是知啊。往生前一天找我去给他做三皈依，正式皈依三宝。病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有这个培训班，弘法人才培训班，班上的同学4个人一个小组轮流给他作念，24小时不中断。往生之后，这个作念还是给他念24个小时。同学回到居士林，突然有附身的，那个附身的女孩子叫杜美璇，是灵光别老居士的，他是居士林老林长了，他的冤亲债主有几百个人。跟着法师到这个居士林来了，居士林的护法神让他们进来，他们在告诉大家，他们很喜欢老林长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了，他们要学佛，要皈依，要学佛，要听经。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讲经，打电话告诉我。我说可以，赶快给他们做幽冥皈依。播放他要求的是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要求听这两部经。我说我们这两部经的这个录像带，
日夜24小时不中断的播送给他们听。啊，要他们到讲堂，他不敢去，讲堂光太大了，进不去。要求在斋堂，啊，在餐厅，餐厅特别装了2架电视机，播放1个月，他们走了。啊，这是证明啊，他的冤亲债主证明老林长真往生了，得利于晚年生病，他才真正认识佛法。以前虽然在佛门做护法，佛法是什么他不知道，真有福报啊。啊，这个生病是躺在床上4年了，那我们晓得他2年就能够往生，后来2年他是留在这个世间帮助居士林的。啊，给我们做证明。师徒罢苦较艰啊！师徒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球啊，特别是现前，我们生活真正是罢苦较艰了啊！彼土永离诸苦，你想想极乐世界，这些苦没有啊！”啊，苏超曰：“彼国莲花化身，则无生苦。”啊，他不是母亲怀孕，那不是胎生，莲花化身呐、啊。所以没有胎育之苦啊。寒暑不侵，则无劳苦。我们俗话讲。长生不老啊！极乐世界人无量寿，你没有看到他衰老，他没有劳苦，生离分段就分段生死，他没有病苦啊！没有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哪个人生病，真没听说过。啊，西方极乐世界没医院，没医生这一行业，啊，没有生病，寿命无量啊，他没有死苦，啊，无父母妻子，没有爱别离苦，啊，极乐世界没有亲情，啊，莲花化身。诸上善人同会一处，没有冤憎会苦啊！你跟你相处的都是诸佛菩萨啊！你跟这些人在一起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冤憎会苦。俗语自知啊，无求不得苦。啊，你心里面想求的东西自然就现前。这科学家讲啊，能与质的转换，在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是一流大科学家。他想要的东西，能量把它变化成，他就受用；不要的时候，物质转变成能量，没有了。啊，所以他不需要收藏。啊，客人来了，念头一动，哎，这个客厅就布置好了。啊，客人走了，这个客厅里面的桌椅板凳全没有了，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你说多自在呀！啊，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观照空寂，则无五阴甚苦。就像观世音菩萨，照见五阴皆空。啊，没有五阴之甚苦啊。啊，这西方极乐世界。啊，跟我们这个世界两个对比，快去啊，越早越好啊，晚一天去就在此地受一天八苦交煎，早一天到极乐世界，早一天享受西方世界的极乐。啊，所以真信的人他有福了。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堂我们也学到此地。